昨天晚上，我差点就给我的一号男友打电话了。快来陪陪我吧，我一个人好难受。那你为什么不打呢？你傻呀？当然不能打。这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跷跷板，我要是下去了，那对方就上来了。 不过这不是重点。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你是说你做噩梦了是吗？搬家之后，我就整晚做噩梦。到底做了什么梦啊？ 梦见我掉进了水里，一片黑色的水，很深很深。水里面有一个人，一直盯着我看，好像是动物的眼睛，又好像是人的眼睛。 那双眼睛越来越远，可还是一直盯着我，好可怕。喂，我今天有事儿不过去了，等我什么时候方便再联系你。 知道了，拜拜。大叔，我好害怕呀。要不你今晚跟我回家吧。唉，也是。 毕竟是男友的房子，带其他男人回去也不大合适。阿杰，到底怎么样才能不做噩梦？喝最烈的酒。 张春兰，你换好衣服再来一下，我要再跟你对一遍今天的账。好。明知道周经理有家室。 哼，真不要脸！你说怎么就看上他了呀？应该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彩彩，你呀就是太单纯了。可是恒哥好像喜欢盛楠姐，我要是盛楠姐的话，肯定不会喜欢别人了。恒哥？怎么可能？